我们是不是叫炖饭？这是炖饭嘛？对。哎呦呦呦，还没有吃嘞。哎，怎么炖饭跟这个一样？对，我们人跟那个狗是有那么懒吗？没有，炖饭里面是有加布拉吉跟那个。我们把这块鱼拿掉，觉得炖饭没有这个有差。没有，我们这个是有加不一样的，只是这个有一点汤汁，这个没有汤汁而已。客人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平常也是当。我跟你下锅菜。你买阿飞了？哎，我的恭喜摘了。你也吃过吗？你以为我们长到，你以为我到六十几岁没有吃过炖饭吗？好了，太轻快疯了，要退出歌坛了，你不要再疯了。我今天先封麦了。奶哥，你看我还会拉花。是兔子吗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面汤，面汤。那是一种很稀有的品种，叫虎兰。他说这是拉花，我看是拉只小老鼠吧。没有，那是虎兰啊。有没有炖饭？收干一点嘛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台式的啦。台式，那你要就不讲啊，我就不点了。抱歉，抱歉。对不对？你要讲台式，我就不点了。万婷，帮我们讲几句话。万婷，对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帅哥。资历太浅，不敢讲这个话。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拿铁是好喝的，哪个？拿铁最棒。你要吗？要拿铁最棒。拿铁最棒。给我一杯拿棍子，快！不敢，要被插了一剑。我还想，好没关系，奶奶。对。哎，不是，我现在不知道你今天是来干什么。我是客人，他的狗在。对对对，我跟你一样。有狗啊？有啊，在里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这个哈已经困到病鬼了。你现在是狗吗？还是玩具？他已经困到病鬼啊！他吃饱了，然后就安心的睡了。当你们看到他，是不是？他说在十七八岁，是不是？现在才二十，是来干什么？在干什么的？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我们来吃甜点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草莓蛋糕跟提拉米苏，我做的啦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但味道你们可以试试看。你有开什么甜点吗？对对对，没开了。没有啦，因为那个比较麻烦，你也知道开店开多久，大概开了六年左右。哦，这也蛮久哎。对对对，我们有个店开超过一年的。奶哥，徐富凯屡败屡战。芝麻蛋糕，宠物的，宠物的，宠物的，他喜欢吃。你们不要吃了，吃的，吃的。耶！叮叮，徐富凯终于得分。花也是蛮好吃的。啊，不要啦，你也知道味道不对，对不对？我没吃饱了。哎呀，你在吃错。徐富凯那个炖饭不行啊。好好，真的不行了，最起码要热。我们先不讲好不好吃，是东西出来一定要热，好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好，我们下次会改进。那你下次有没有下次？哪个他都跪下了，你不要再念了。他是蹲下，你不要乱讲。蹲下是不是？他是蹲下，你不要乱讲。